挺厉害的嘛，居然被你给抓到了！我们数到三，同时开枪。怕你呀，来吧！一、二、三！导演，这导演，谁让你改戏的？我觉得刚才那……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？你个死跑龙套的！龙套！ 我从小熟读演员的十二种修养，长大以后是八万五，从小跑龙套的。我上学就是，长大以后就开始抢饭碗，卷过来，把饭碗给夹掉。如果非要说我是跑龙套的，那我也是龙套王。空烧鸡翅我最爱吃，你若是不吃，包租婆怎么停水了？水费没有钱拿，叫什么？ 没人性，嘿，你以为断了我的水就能够难得住我吗？老子干洗，嘿嘿嘿嘿。大师，我成长为表演世家，5岁开始演戏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个临时演员呢？啊，今天你遇到我，你有救了。大师，哎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小事，福祸相问，破财免灾。可是我没有钱财可以破了。哎呀，你去赚钱嘛！啊，准备办下一场，哥们。哎，我等了8个小时，下一场有我吗？你才等8个小时，哼，再等8个小时吧。哎呦，老妈，儿子，老妈，哎呀，为什么打我？你又来跟我要钱呐？啊？这你也知道啊？你让你儿子演个太监，会不会太过分了点？ 你有病啊！你知道在古代，太监是多么高尚的职业来的，那么高尚的职业你不想做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你，做我？老妈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你。你的目标是我？对，你是那么的受人爱戴，爱戴，那么的受人尊敬。尊敬，星爷的电影里面都有你。 是啊，跑龙套的嘛。忽悠我啊！我跟你说，好好演，不演不给钱。给了我就演，演完再给。给了再演，演了再给。不给不演，演不演？给不给？给不给？演不演？嘿，切！看，钱是难赚的很呐。嗯，哇塞，这是什么车这么帅？哦。 嗯，哇，这车张星星，哎呦，王杰，哎，别叫我王杰啊，我现在叫查理，你发财了？是哪个部长演的导演踢吧你了？还在跑龙套呢，哎，演戏能挣几个钱啊？那你告诉我有什么赚钱的方法？查理，哎，都几点了？ 啊，快走！啊哈，马上上车。哦，看到没有，演技啊，还是要放在合适的地方，这样才能挣到钱。谁啊？这是啊？不认识。哎，演技呀，好的演技不是应该留给观众吗？嗯，那真跑一辈子龙套啊！哎，张星星啊，好久没见你小子了。
哎，接新戏了啊，演什么呢？我在一个西游记里面演猪八戒。我演孙悟空啊。哇，你演猪八戒这个样子啊，肚子都没有，还耳朵呢？你更夸张了啊，连毛都没有，还孙悟空呢？什么组织这么抠门啊？西游降魔。星爷啊，又拿我偶像开玩笑？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唐僧的角色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唐僧啊，你们这种小组能有什么好角色啊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后这种戏不要再接了啊，浪费时间。我现在还要去见个导演呢，回头呢推荐你们啊。哎呀，兄弟啊，给你说个事儿。叫导演。都这么多年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，叫导演。啊，好好好，导演导演。咱们商量个事儿，下次拍戏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再让我当群演了？不挺好吗？刚才监视器里你有一整张脸呢。不是啊，你一句台词都没给我。好演员不需要台词。不是，你看咱们这关系，那个要不，你那个给个理由先让我演男一号。男一定了星爷。啊，星爷，那男二吧，我绝对给你演好。男二定了高进。高进啊。男三，我拼了，跟你说啊。兄弟，男三制片方定了张世玉。啊，张世玉是谁呀？别管了，反正比你红。这，咱们是兄弟，这行了，别磨叽了。副导演，哎，来了，导演，哎，什么事？你这样啊，刚才我这兄弟演那个画面你看了吧？我觉得很好啊，演技非常棒。我们是兄弟啊，而且好多年了，我们。你这样，给他安排个场务。啊，好了好嘞。哎，导演，您的戏要开始了。哦，好，开拍了，你先坐。我这，你这我这，这，哎，冯导，我太感谢你了。上次你说我是魔杖之后呢，我一个戏都接不到，太感谢你了。不过我决定，我要好好努力，做个演技派，争取超过你。努力奋斗，把从小吹过的牛逼一一实现。我的工作一定要有百万年薪，还要有豪车、私人秘书。我要奋斗。你在我那个船上做啥子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张总，我给你找了一个人，非常的合适。您放心，他长得简直跟你一模一样。导演，这怎么挨戏呀？他咔，导演，谁让你改戏的？我觉得刚才那场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？导演。哎，艾米姐，我觉得他改的还挺好。我没说他，我说他，你这个死胖子啊！谁让你改戏的？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？导演不要啊！艾米姐，感谢你的欣赏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精湛的演技终于得到了认可，有机会我们一起飙个戏。兄弟，导演演得不错，好工作，要不要？有多好？主角高片酬，是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收工了收工了啊！主角高片酬。谁呀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大哥啊，那海冰冰的照片真的不是我偷的，是我从网上下载的。还有龙哥犯不着为了那500块钱就动刀动枪的吧？小丽。小丽不是我故意甩她的，大家相处不来嘛，是吧？这份简历是你投递的吗？对呀，是我投的。把这份合同签了吧。什么合同？劳动合同，你被聘用了。有没有百万年薪？没有问题。豪车？可以满足你。我不信。
总裁。哇，这个房间好大呀。总裁，以后这间房间就属于你了。总裁？谁是总裁？这份资料你要背起来。张欣欣，27岁，哥伦比亚大学广告专业毕业啊，影视集团董事长的儿子啊。明天起你就任集团总裁。我总裁？好了，该休息了。在这儿休息？我还是回去吧，我家里还有好多东西。那些破烂东西嘛，我已经都扔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可不可以解雇你啊？我叫 Flora， 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早点睡，明天6点准时起床。我How is his condition lately? He has longer episodes of hysteria, only an hour consciousness every day. And don't worry, keep increasing the dosage. You know what to do.是影视集团上市的大好日子，我代表董事会跟张董事长感谢大家，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这床还真舒服啊！啊，爸，我知道都是女儿的错。啊，她来了，我先挂了。你怎么出来了？啊，我有点饿了。啊，我去给你弄吃的。啊，谢谢啊。谢谢。照片上是你爸爸。我跟我爸爸。那你刚才跟你爸爸打电话，为什么要哭呢？没事，你说出来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你。小时候，我爸为了改善生活条件，选择自己创业，开了一家广告公司。那是影视？是。但是他把公司做大，身体却垮了。而他一手提拔的方唐镜，趁他在美国看病期间，实际控制了公司，还派人监视我爸爸。这个人渣。而我潜伏在公司一年之久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帮我爸夺回他的公司。我真的很没用。你放心，还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可以帮我吗？相信我。喂，你好，张欣欣，我是艾米姐啊。周先生的档期出了点问题。我这部戏的男一就定你了。啊，男一呀？我没听错吧？嘿嘿，谢谢艾米姐啊。你不要太激动，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。啊？不过要拍3个月。3个月啊？这个戏我恐怕拍不了了，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还愿意帮我？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最起码应该做的。我张欣欣说的话一定说到做到。没什么事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可不可以加点肉啊？哇哇哇哇，这是你家衣帽间呐？以后这些衣服都是你的了。我的？真的吗？这是你的专属造型师，铁男，交给你了。想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，首先要塑造一个完美的自我。上流社会交往的第一眼，就会从服装上看出一个人的素质和学识。
所以穿着得体可以展示出一个人的地位和品味修养。铁男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么多衣服怎么穿得完呢？每天都不能穿同样的服装，关于服装搭配还有很多学问。我看呢，这件衣服挺适合你。家伙，怎么又有个长子出来？我查过了，他确实有个儿子，只不过是离婚后跟他前妻去了美国。看来他是有意要把公司传给他儿子。这家伙就剩几天的命了，还跟我作对。通知美国那边的人，给他药下多一点，让他不要再妨碍我。这个我会办的。谁呀？方总，这是世纪佳缘那边退回来的策划案，客户不满意，要求我们重做。行了行了，怎么搞的？一件接一件不顺心的事老是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他。哇，切，没见过世面，腿软了吧？软什么？我只是放松一下。哎呀！是吗？老婆，我只是检查地板擦得亮不亮，真的很亮啊！有。那我们卫生做得如何呢？地板擦得这么亮，像摔死人呢！打扫卫生人是谁？抬脚，谢谢。你不是那个算命的吗？我正式的职业是这里的卫生总监，业余时间算命。有前途啊。等等，我呢说个秘密给你听。你能有什么秘密啊？这里啊换了18任的总裁，老板都从姓张的改成了姓方的。我呢还是这里的卫生总监，你说我有没有本事教教你呢？果然是高人啊，怎么能扫地呢？这种事情交给我们来做。给，扫地去。什么？哎，大师，您看咱们是不是吃点东西再慢慢聊？有了秘籍果然资金很多。其中不错啊，新员工啊。是，我是这里的副总，我叫皇上，有事提我的名字管用。黄总，谢谢，谢谢啊，黄总。哎呀，这里人还不错啊。上班迟到还让我等他，就是一个形式而已。哎，来了来了。我的好侄子，我终于盼到你来了。哎呀，叔叔，我也想死你了。好，哎呀，
美女，你一定是我的秘书吧？嗯、啊、嗯。张总，这些都是我们公司最棒的秘书，不仅长得漂亮，个个才高八斗。我选他。他新来的，你真的选他？选个秘书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理由吗？需要吗？真的不需要？真的需要吗？那好吧，那就他吧。张总真有眼光， Flora 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秘书。Flora， 带张总去总裁办公室休息一下。张总，这边请。当心，有小强。啊，小强，吓死我了！原来你怕蟑螂。蟑螂？我怕什么？这小子竟然没上当，是不是早有准备？哼，看来要给他个下马威了。哎，黄总回来了。刚出去谈些业务。哦，你去几楼？我去二十层。二十层，总裁办公室。啊，我到了。总裁，记住十分钟之后开会啊。哦，大家都到了。张总，你的位置在那边。啊？哦。哎，你们怎么坐位置的？啊？连最基本的方位都不懂。办公室是讲究长风聚气，注意风水。我这个位置呢是聚财位，你那边是散财位。所有人应该面向我坐才对，你们懂不懂啊？那这次呢就算了，下次记得改过来哦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开始开会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广告专业毕业的，对吧？哦，那是那是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大客户，就是全中国最大的婚恋网站，因为我们的方案交了三次都退回来了。张总，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更好的创意呢？方总，张总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不如我们回去做好了再来交给您。正常做一个策划案，短则一周，长则月余，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吧。哦，好啊，那就先喝杯咖啡，这样时间应该够了吧。我靠，这下完蛋了。咖啡来了。那我们就喝咖啡等创意了。来，请进请。年轻人嘛，都有创意。就是啊。哎，今天不出方案的话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这个人比想象的还要卑鄙，你才刚上任他就等不及了。那我问你，我们之前的方案为什么都不过？主要是客户嫌我们创意不足。啊，创意？他们希望最好可以病毒式传播。哦，病毒就是有看头。啊，有看头。咖啡已经喝完了，张总准备好了吧？OK， 那广告故事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哎，今天风和日丽，如果小宝在那就好了。哎，皇上你找我啊？哇，你真是神出鬼没。对了，正要找你啊，要你帮朕找一套老百姓的服装。哎，皇上你要老百姓的服装做什么？朕要为服出巡，体察民情。哦，皇上，你是不是要出宫去泡妞啊？泡妞也是体察民情嘛。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皇上，为朕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您后宫佳丽三千，还是耐不住寂寞呢？
你可不要说真的伤心事啊。皇上皇上，你都已经十个月没有见过爱妃了。娘娘真是珠圆玉润，东南下凉，令人垂涎欲滴呀。既然你那么喜欢，朕就把它赐给你吧。魏爵爷，我喜欢你。来人呢，拉出去斩了。不要。魏小宝，你好大的胆子。放心吧，不过朕喜欢平身。哎呀，魏小宝啊，我看你长得比我丑，身材又比我矮，还像狗一样，为什么会那么多妞呢？这个皇上您有所不知啊，正所谓红颜如祸水呀。 为了皇上的安危，让全家的祸水都让我来扛吧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朕身为一国之君，怎么能让你去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呢？所以朕命令你把所有的祸水都推到朕的后宫来，不然的话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朕就要你人头落地。皇上，这个，好，皇上，既然你不顾自身的安危，我就告诉您，其实啊，有一个叫世纪佳缘的互联网站，用手一按，第二天就有无数个妞蜂拥而至。那朕要怎么配合你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在我们的后宫呢装上 WiFi 就可以了。马上去办，这微臣遵旨。这次发达了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下面请听林依轮与强强最新合唱单曲。今天表现得还不错，以前以为你只会演戏，没想到还挺有才华的嘛。那当然，都是本色出演嘛。但是你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之后方总还会用更厉害的手段来对付你，你要小心哦。他呀，一定会继续，但是我不怕他，这种场面我见得太多了。哎呀，今天弄得肚子有点饿了。哎，这附近有没有吃饭的地方？没有。而且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不方便，万一被方总看到也不好。那这样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师傅，前面路口左转。好的，老板。傻成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服务员，来来来，过来点菜。哎，请坐。谢谢。哎，秦哥要吃什么？来盘鸡杂。哦，好。鸡杂是什么？就是鸡的杂碎呀，很好吃的哟。猪脑花，猪大肠给我来一份。好，记得要没洗过的那种啊。猪大肠为什么不洗啊？因为香啊。哦，好恶心哦。青哥，菜来了。鸡杂，还有我最爱的大肠也来了。来尝尝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没事的，很好吃的。来，那我先来了。哇，好正点啊。真的很好吃吗？真的很好吃啊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吃啊？还不错。像你们这样的富家大小姐，是不是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？是啊。老实跟你说吧，剧组每次去那种五星级餐厅，其实我是吃不惯，每次都吃不饱。今天呢，我准备要大吃一顿了。来来来，打包的野啤酒啊，半瓶啤酒怎么打包？塑料袋啊。啤酒还有打包的？很正常啊，像我以前常常打包啊。真好，看来是我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。喏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正所谓好人呢自有好报，坏人呢当然有人收拾他，像我就专门收拾坏人，你放心好了啊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过瘾吧？来。刚才那个肉肠好好吃哦。这才是生活。有
肉有皮。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呀？真准备把公司给了张欣欣？你放心吧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。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，也不告诉我。喝一杯。张总，我跟你的秘书比，谁更漂亮？那当然。哎，默默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我不是那么轻浮的人。张总，你怎么了？等一下，默默。张总，张总，这是你要签署的文件，在公司最好别做闲事儿。好吧。身为秘书，你不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吗？张总，你看他对你那么凶，哪像人家这么温柔。出来。你干嘛？不要动手动脚的。我找总裁有正事，请你出去。哼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刚刚跟默默呢请教几个英文，以免日后工作上有需要。离那个女人远一点，你不知道她是徐晶晶的人吗？但是呢，英雄不问出处，虽然说呢她年少无知误入歧途，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去贬低和否定他们。我们应该有一颗包容的心，然后呢去感化他们。现在那么多下属美女，每个人都想扒上你这个富二代总裁，你是不是照单全收啊？照单全收。不能啊。你看什么？没看什么。你笑什么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笑啊？快点起床，我带你去郊游。郊游？不对，你有什么阴谋？少废话，快点起床，五分钟后下楼。啊，五分钟？我看他在广告策划上确实有两下子，小试牛刀就拿了个大奖回来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首先咱们要找出他的弱点。弱点？男人的弱点自然是女人了。我看张总年纪也不小了，这个弱点他肯定有。弱点，女人。然后就是给他一个机会。他不是策划厉害吗？那咱们就这个游戏毫无乐趣，也不好玩。高尔夫起源于苏格兰，具有英国式的严格礼仪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规矩的一种绅士运动。现在高尔夫已经成为商人领袖们休闲竞技、拓展人脉的主要活动，所以你作为影视集团的总裁一定要学会这项高尔夫的运动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手机没电了。等等。
哎，选我！赶快回公司，公司接到一个大单，这单不能落到方唐静的手里。今天我们接到一个白酒订单，是个大订单，但是由于客户是青春类白酒新贵，所以对广告策划的要求也是极高的。张总，看来这个计划还是你来做吧。啊，让我做？对呀，张总，您是公司的新总裁啊，而且呢又是公司董事长的公子，您代表公司出面了，也代表我们公司对对方的重视，对吧，方总？徐总，你说的不错。上次世纪家园的方案不是你做的吗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还得了个大奖呢，我看非你莫属了。啊，没问题，这个案子交给我来做，我一定摆平他。你可不要小看方总，他从20岁进入公司，在公司做了整整20年，一直是公司的业绩保障。还有他身边那个徐晶晶，就是个狐狸精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帮你撑着。哎呀，张总呢？门后边。啊，张总，对不起。好的，我等着你。OK。我们的心血都在这里，保存好。放心吧。嗨，久等了。嗨，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晚啊？最近太忙了，在做方案。说正经的，我这一次是想和你说，我要回迪拜了。啊，这么快就要走？其实我回国就是为了你。电话里你那么直接的拒绝，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也肯定不会跟我回去，所以我只好走了。以前我是怎么都追不到你，不过现在我有我的选择，一路平安，也祝你梦想成真。哎呀，这是风尚的刘总，也是我们的大客户。这位是我们的张总。久仰久仰。请。刘总，我们的方案呢是这个样子的。妈妈，你看他吃了一个时辰了。是啊。这位客官呐，我们这里是妓院，不是饭店，你能不能看看我们家这些姑娘一眼，有没有喜欢的？还木有木有。你是什么人呢？你，你管我什么人啊？你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但等一下你肯定是伤残人士。哎，不要非礼我啊，我可是处男啊。我今天不是来品鸡的，我是来品酒的。啊，品酒。嘿嘿，各位，你们是不是平常在工作中总是拿不到小费，非常的难过？
对啊，而且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又非常的失落啊。是啊，尤其是自己客户被人抢走更难受，又怕影响姐妹之间的感情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因为你们没有用风尚一代激情白酒。嗯，这可是创业加班提升业绩的必备神器呀、啊！要不要试一下？要要要！好，来，不要抢，不要抢啊！每个人都有。来。嗯。没反应啊。啊，再看。哎呀！你看你们呐，啊，一点定力都没有。看我的。没事啊，你看我，咣咣！哎呀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这酒处女喝了会有副作用的。咣咣！难道你是老处女？啊啊！哎，他在说什么啊？风尚一代酒，女人喝了特别好。刘总，刘总，刘总，哎，这是张总，原来你的创意都是抄的，网上都有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什么抄的？徐总，请你注意你的言辞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请不要乱说话。你是我的侄子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是信任你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个大客户，公司啊蒙受了损失，你身为总裁，你觉得该怎么处理？你说怎么办？公司高管呢犯了错误，都是交给董事会来处理的，但是现在董事长生病了，没有办法处理。张总，你身为公司总裁，应该有所担当吧。好吧，我辞职。不行，这些创意都是我抄袭的，跟张总没有关系。你是说你准备辞职？对，是我的错，我请求辞职。不，都是我的问题，跟弗洛拉没有关系。这怎么可以？弗洛拉只是一个秘书，她可没有权利做这种决定。哎，不不不，张总来到公司的时间不长，对公司的了解也不深，但是弗洛拉，她作为张总的秘书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应该由弗洛拉负责。弗洛拉，你在工作中不能好好的协助张总，这是你的过失，我也同意你申请辞职。好吧，现在就由默默代替 Flora 接任张总的秘书。你们两个做好交接。 Flora 出去吧，我们的会议继续。绽放，我情愿。
欣欣，爸爸的病情恶化，我必须马上到美国去，这里就靠你了。对不起，原谅我的自私。能战胜方总的，从我选你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。你天生坚强乐观，一定不要放弃。没有你，我还能做得到吗？我相信你。为了你，我会尽全力。方总，这个月的业绩为什么这么差呢？各位股东，因为我们总裁他的工作失误，差点隐世丢掉了一个大的客户。但是在我的努力之下，风尚一带已经全部拿下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可是什么，方总，多亏有您呐。不敢当，还有件事情。您就放心去做，我们都支持您啊。你们说是吧？啊，因为我们的总裁出了这种错误，我想让大家可以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让他解脱，让他退出。张总毕竟是董事长的儿子，我相信董事长在的话，他也不会因私废公。嗯，谁说的？哎呀，我的好侄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哼，我是出事了，不过你不得不佩服我。哦，我佩服你什么呀？因为我又活过来了。他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又怎么样？哼，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我失去的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机会我早就给过你了，但是你没有把握。我还要一次。你凭什么？你们看到了，他就是这么任性。就凭我老爸苦心经营多年啊，我也是为了公司利益。风尚一代是个大客户，我觉得一定要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在方总给客户提交方案的时候，我也提交一份啊，来个双重保险，客户喜欢哪一个就选哪一个，这样才比较公平嘛。哎，方总，我觉得张欣欣说的话是合理的。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。哼，你怕了吗？我怕什么？那我就接受你的挑战。如果客户选不中你的方案呢？我辞职。你说的。那如果你失败了呢？那我辞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跟你。
我觉得你不应该再给张星星机会。你放心吧，我要趁这次机会彻底的让我们的总裁小朋友没有翻身的余地，到时候其他的股东也没有理由保护他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公司。喂 ，Flora，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。现在呢，基本方案已经完成了，下面就是拍摄小样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去哪儿找演员跟摄影师呢？我们的广告部呢？你觉得方总能知道怎么用吗？我打个电话试一下。喂，是视频部吗？我是张欣欣啊。张总你好。明天帮我调一个最好的摄影师，我要拍摄一个广告小样。不好意思，张总，现在没有摄影师了。那凯恩呢？他老妈病了，回老家了。那瑞文呢？他老妈死了，回去奔丧了。那你呢？我也不行。你是老妈死了还是病了？哎呀，这群混蛋，跟我来这一套。我再试一下。喂，是艺人部吧？我是张总啊。您好。明天呢，帮我调几个演员，我要拍一下广告小样。不好意思，张总，我们的演员全部都要去拍方总的小样了。啊，全部一个都不剩。嗯，是啊，不过我们可以外聘的。哦，那你明天给我调三个最好的过来。大约需要6万块钱。什么？难道要我付钱？是啊，方总交代了，目前我们现金紧张，如果要是您用人就必须付费，不能报销。不就是6万块钱吗？你听他那声音都快骚死了，还不能报销。我现在打给 Flora， 分分钟灭了他。不要啊，不要不要，他现在已经够忙的了，我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打败这个家伙。可是我们去哪找摄影师和演员呢？不用担心，我这里有几个国际范儿。嘿嘿嘿嘿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国际范儿，傻啊。哎呀，你进去就知道了呀。哎呀，真的不一样了呀。哎呀，是不是很高大上啊？我没骗你吧？还行吧。啊，这里还真的不错啊。有你的。哎，那有门，去看看。力哥最近发财了。讨厌。哎，人呢？谁呀？张星星。啊，星星啊，稍等一下啊，我这蹲炕呢，稍等稍等啊。臭小子真发财了呀。哎呦，星星来了。哎，这位是。哎，别动别动啊，别动啊。哎呀，这位是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叫王铁男，你叫我铁男就行了。哦，铁男有意思。哎，改口味了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，我是这种口味吗？你了解我。这人真讨厌。哎，你的摄影师朋友呢？他你都拍过什么？一寸两寸三寸的都拍过。真是国际范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在这条街上大力是一级棒的，不管是技术还是人品都没得说，他偷拍你是不是？哎呀，别说了，说吧，这次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还是你了解我。其实我这一次呢，是有个广告方案，需要一个特别牛的摄影师。我想来想去啊，除了你，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能够胜任了。好，既然你说的这么直白，那就包在我身上喽。劳务呢？我没有钱。No problem。力哥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。那摄影师呢，就搞定了，还缺一个化妆的。哎，小韩呢？她跟她老公在楼上拍婚纱呢。霆锋、小韩，你们看谁来了？你来了。哥。我。哥。哎呀。铁男哥。放开他！哦，原来你们都认识啊！
小韩呐，一直在我们公司拍广告，所以我们早就认识了。嗯，铁男哥，人家好想你的。这话说出来就不值钱了啊！女孩子一定要自爱，不能让这个社会玷污了你。新哥，我会守护你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欣欣，你不要想太多了，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对啊，欣欣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，我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啦。哦，他，铁男，公司不是还有很多事，我们走。哎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不是来求人帮忙。不需要了，真不要。艾米姐，嗯，好久不见。Flora 现在已经秘密回国，她让我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哦。星星哥，还需要我们帮忙吗？跟上 ，Let's go， 走吧。这，就是你说的安全地方？只有在水中央，我们才不会被监视的人偷听。感谢大家帮我。有这么好的团队，我们一定能赢。我看了大家做的策划，非常的棒，但是要把它变成真正的广告，我们还需要资金。那需要多少钱呢？像这种广告大单，一般都需要大明星、包租婆和大仙可以来帮我们。那拍摄费用，我打个电话就没有问题的。哎，兄弟，我跟你说。别说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是不会投的。是，我现在啊，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网络还是院线，好片还是烂片，真正挣钱的有几个？是啊，全国每年有800部电影，3万多集电视剧，真正播出的有几部？不到1/4。你别看动不动就几千万的播放量，几十亿的票房，很有可能是刷出来的。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谁说我要拍电影了？我要拍的是一条广告。广告，广告它不是挣钱的吗？你还要投资干嘛？为了一个我心爱的女人。闹半天你是为了泡妞下血本。哎，其实我现在真实的身份是影视集团的总裁。那个广告公司。对啊。所以你是靠着泡妞来当总裁的是吧？青出于蓝，你放心，看到你的成长，我很欣慰。你这个忙我帮定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喂，默默吗？我现在需要一笔资金。我是默默，请多多指教。他不是徐晶晶的人吗？没关系，他已经弃暗投明了。拍摄公司广告的预算，我想我可以调配。欢迎你加入我们。好了，不说了，默默加入我们太开心了，欢迎你耶！好开心哦。走过孤单才学会坚强，会更期待雨后阳光，相信前方有刺眼的曙光，迎接我精彩的下一段。每次遇见彷徨有一份信仰，回想起微笑的模样，相信前方有梦里的天堂，这条路从不觉得漫长，不去想走在多艰难的风霜，风雨过后总会洒进温暖。我的愿望在远处
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方总啊，毕竟是我们这个广告界的翘楚啊。你看看方总拍的广告，多么的大气，多么的精致。哎，张欣欣，才几个月的工作经验，他能拍出什么像样的广告吗？嗯，我估计啊，张欣欣连来都不敢来。哎，来了，请问有人需要办信用卡吗？我只是问一下。哎，现在安保措施做得越来越差了，阿猪阿狗都可以进来，还来？方叔叔好。客气客气，侄子。我们就开始吧。嘿，少林功夫好哎，真真好啊！我是铁斗功哎，我是金刚腿哎。我们的英雄秀哎，春香浓。我们的大锅头哎，不上头。喝了咱的酒哎，不上头。喝了咱的酒哎，不上头嘞。喝了咱的酒啊，不上头嘞。要不是老娘我声音大，还压不住你们这帮龟孙子，是不是？谁让你们在这儿卖酒的？不知道这位大姐。大姐，我长得比你老吗？没，那这位小姐您是？小你个大头啊！谁是老板？我是老板。谁让你们在这儿卖酒的？是他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整条街的酒就属我们家的酒最好喝。金刚腿、铁头功、狮子吼，今天来的高手不少嘛。臭瞎子，不服气是吧？哼，那就比一比。大锅头，源于清朝，只选用第一次蒸馏而出的纯正原酒酿造而得名。皇家御品，康熙爷的最爱。哼，你那什么破玩意儿，瞧瞧我的酒，三碗不过冈，这是宋朝那个啊武松代言，醇香浓郁，是爱酒人士的上上之选。我跟你讲，你那个酒啊，只不过是一介布衣才喝的地摊货呀，根本上不了档次。切！我这青梅英雄酒啊，起源于三国，用于魏蜀两国领导人之间，他们见面会晤所喝，历史悠久，这是上层人士交往必备佳品。要比历史啊，那轮到你的青梅煮酒论英雄？历史啊，那个要喝你的酒啊，喝完就亡国。到底我们谁的酒才是最好的？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太香了！风尚一代青春白酒，起源百年之后的未来世界三大系列，入口绵，入口甜，饮后余香，回味悠长。果然果然，好酒。嗯，好好好好好。哼，甲方代表，您选哪一个？
方总的广告非常华丽，不过张总的广告也很有创意。哦，谢谢。经过我的考虑，我决定选张总的方案。谢谢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赵总，方总，这小子一直就有抄袭的毛病，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他做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抄的呢？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我的监视之下，每天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怎么可能做出方案来？切，其实我早料到你会这么做，所以说我早有对策，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我的替身而已。真正的我早已经把方案做完了。张总，那咱们就去签约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谢谢，合作愉快。哎，合作愉快。赵总，你承诺过我什么来着？哎呀，方总，你干嘛？快点松开客户啊！哎呀，哼，我警告你，你给我闭嘴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我是股东，怎么不让我说话？你们这一帮寄生虫，天天什么都不干，拿着钱跟我一样，我整个团队就白白给你们服务。我告诉你，我昨天已经在二级市场把你所有的股票60%全买下来了。我警告你，我现在就可以开除你董事会董事的资格。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他这么做的，有我在的。你少废话，你根本不是董事长的儿子。哎，方唐静，你不要乱说话，你有验过他们的 DNA 吗？是，我的确不是董事长的儿子。哎呦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要糊涂啊。没错，我不是董事长的儿子又怎么样？我以前就是一个小群演，但是我很快乐。可是自从来到这个公司当了总裁，一点都不快乐，每天活在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之中。我真的是一点都想不通。石总，你忘了吗？当初你跟董事长一起创业的时候多么艰难困苦，你们都撑过来了。而现在呢，徐总，想想你刚进公司的时候，董事长亲自提拔你才有今天。可是现在你看看你做的那些事，还有在座的各位，大家想一想，你们拿的工资和福利可比我一个跑龙套都要高很多啊。对呀，我们做人要有良心啊。你少在这儿蛊惑人心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但要把你赶出去，我现在还要起诉你。该走的人恐怕是你吧。你以为你真是总裁啊？谁说他不是？董事长。但是他是你老爸。好久不见，董事长。你，方总，好久不见。Flora，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她是我女儿张翠兰。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爸爸怎么逃过你的监视回到国内吧？很简单，其实他早就已经痊愈了，虚构一个儿子张欣欣，就是要让你把所有的精力转移到对付这个儿子上，这样我就可以抽时间去美国救我爸爸了。本来正发愁无法躲过你在国内的眼线，没想到你居然用奸计来对付张欣欣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。你不会以为我看不出来吧？方唐静，你太过分了，亏我当初这么信任你，把整个公司交给你管理。哼，你想害我？好吧，我正式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方唐静跟徐晶晶马上离开这里。我不怕你，你开除了我的 CEO， 你也不能把我赶出董事会。我是公司第二大的自然人股东。是吗？我在美国已经提交扩股计划。哼，新增发了 A 级股，原来的股份丧失了投票权，现在
变成了垃圾。在一个月前，我把所有 B 级股全部抛掉了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是一个如此阴险狠毒的人。我可不如你。你少得意，今天我就认栽了。我们走着瞧吧。不送了啊。现在我任命影视集团新总裁，这个人就是张欣欣。这是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哎呀哎呀哎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张总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有才华的啊。你看看你现在众望所归呀。等等，董事长，我提个要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有什么要求？董事长，我希望您不要追究石总跟徐总的责任，因为他们虽然做了坏事，但是他们也只不过想保住自己的饭碗，其实他们的本质并不坏。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谢谢您，可是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说吧。就是不要让我当总裁。得考虑清楚再说啊。其实在这里真的不适合我。我喜欢的生活是简单自由，像剧组里的小龙套，但是我觉得快乐。这公司有您跟弗洛瓦就可以了。等等，欣欣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其实我觉得跑龙套没有什么不好的，我只希望你们能记住我这个调皮鬼。祝你们好运。你好，我叫爱新觉罗香香。啊，你好你好，张欣欣。你确定世纪佳缘没有安排错人吗？没错，我就是网络公司总裁。哦，你这身衣服挺特别啊。哎，有眼光，我们公司是做微商的。哎，你来扫个二维码，我给你打折。Sorry。好，一会儿再说。可能你这个气质……哎，我们呢是白手起家，跟你们这些贵族后裔呢不太一样。哦，白手起家。嗯。那你创造了多少财富啊？财富这方面我不敢说，但是我在京城的有一处豪宅。哦，就是距离稍微远一点。多远？八环外一点。哦，不过我坐公交车呢也很快就能到了。哦，我还有一辆敞篷跑车，非常拉风哦。哎，就是轮子少了一点。几个轮子？两个。那是摩托车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，只要感觉对，我们还是可以试着发展一下。我就知道你是这种女孩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请你一起共进晚餐呢？嗯。哎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朝阳烤串，非常的不错。他们家的烤串呢，真的是一绝，尤其是那烤鸡杂，那种感觉你真没尝过，滋滋冒油，真是太棒了。还有那个烤大肠啊，都是没洗过的，一盘我绝对不够，我要吃两盘。今天我们吃个够。我受不了了。他这个演法哪像总裁啊？咔！怎么又改台词了？你为什么说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导演，哎，我说你为什么不改我的台词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前面的台词写的不是很真实，所以我稍微的改。你改的真实？你不该带人家去吃烧烤，应该带人家去开房啊，大哥。哎。这总裁为什么带女孩去吃烧烤呢？你给我个理由先。哦，因为我以前当总裁的时候呢，就是……我去，他当总裁，以前我们都是跑龙套的，现在我都当导演了，大大。副导演。以前我每次带大小姐去吃烧烤的时候，她都非常的开心啊。哦，大小姐啊。嗯。哈，您当过总裁啊？是。您当过总裁，那我还当过总统呢。我顶你个肺呀！换人！哎，好好好，换人换人！导演，盒饭有吗？还不如当总裁呢。
还是当总裁好。开心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吗？给个理由先啊！
老婆啊，今天我的创意又得了什么亚太广告金奖？哎，老婆，今天我请你吃小羊排。我想吃朝阳烤串。好的，有品味。嗯，芬芬。芬芬是谁啊？你的初恋？不算吧，是青梅竹马。哦，看来你念念不忘啊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想到你还真念旧啊。哦，弗罗拉 ，Johnson， 哇，好久不见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。您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我刚回来不久。我好想你，能不能请你吃个饭？好啊。哎，弗罗拉，跟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前男友。看来今天非要较量一下。等等。